啊，你做好没得？做起的。那里买点凉茶。哎呀，今天中午洗鱼呀、啊。要得。赶紧来把电充起。今天是买空调的，把那个拿到外面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楠。昨天买了条鱼，今天中午洗的。没办法，干不得。哎呀，看你那鲤鱼，安不安逸？我现在发现，哎，太棒了！哎呦，终于打扫好了，我先弄。哇塞，这个刀确实可以。然后那鱼捞多少去了？咋整？估计不好吃。把那个鱼把切起。把这个鸡呢？来点盐。来点花椒，新鲜来的，刷到的料酒，海椒面来的，红烧蒜，我烧起喽，烧了。一个两把青菜，个人切。那个青菜没得了，再去买点菜籽来烧。还有来发了，不过是辣的，来发。你给我打好了。盐锅打不打的吧？看看有没盐味。有，好弄。看来那个鱼大细节是要卖一些。嗯，这儿的鱼打得好。撒点椒盐，炒青菜，哇，这个油炒青菜好香啊！把那凉菜炖起，买鸡肉走了。啊，你爸爸买的嘛？你们喜欢吃豆包。把那凉皮焖起去，放点辣椒酱，兄弟挖不挖酸菜出来？挖。来这边吧。好。排骨进来了吧？还是要吃好的。来。兄弟，走过来了噻。你那鱼吃、啊？嗯，那个鱼咋吃了呀？今天我大约吃十五串就行。没小子，咱们这要大菜。来，潘哥，他在软条，刚才说洗完了。年纪增长，嗯，就少不了鱼，越吃越香气。
好香啊！十三年前，儿与大妹小子，最爱演。